家好啊！近排有冇睇波咧？有咧，我都有啊！所以搞到日凌晨五点几先瞓觉，瞓多几个钟又唔够瞓，又要翻工喎。不过好彩公司又将 Emma 藏咗喺度，每日一翻到公司，我就一夜单我同大觉瞓，瞓得几冧啊！一觉瞓到放工，瞓醒咪又翻屋企睇波咯。呢啲先系睇波 life balance 嘛，真系要多谢 Emma 藏屋啊！而家买 Emma 藏屋仲有优惠，可以试瞓100日。你哋啊，做嘢嗰啲唔该打字细声啲，唔好嘈咗瞓觉啊！好早唞。瞓得好冧啊！